今年的雪板上有一条龙，也是在边上写的“人中之龙”，用英文翻译 “so a dragon amongst people”。然后能看见这个雪板的，队伍所有的人，不管哪个国家，都带着这个雪板，是我设计的。然后所有人都在滑，所以呢，能看见就是我是想有一些中国元素，然后带到世界，通过滑雪。所以能看见这个衣服也是我自己设计的，其实所有上面写的都是谷爱凌，然后用金色写的，然后后面是也是一条龙。我一直是特别关注时尚的，自己也是模特，所以能带一些自己和自己就是背景，不只是时尚，但是也是中国的元素带到世界，带到自由式滑雪。